生哦，蛮可惜的哈、哦，速度很快哈、哦，那跑到快定位的时候，其实手套进来啊，当然犯错还没有落空过，精彩以及亮眼哈、哦！哇，这一球打到的是戴尔雷方向穿越出去，形成安打。前面的四个打席全部都要做给陈晨威的队友，来到陈晨威的一个身上哈、哦。是，哇，这一球打高了，在一垒的上空。直棒球技，他生涯二垒上的应该是这个冯建廷哦。陈晨威这一球打到的是在二垒方向，二垒手接到之后抛网球遭到解决啊。虽然说可能只有一支安打，但是你要每一场比赛都有一网，那已经真的是超级新人了。是哦，三乘五是基本门，已经是一个就已经是神人级的话，基本上要谈加薪都有点难度了。这个 OPS 这个攻击指数是一以上的方式。哦、真的是单哦，你就会看到对哈、哦，都是比较瘦瘦。哦、哇，这一球陈晨威真的不简单啊！都是往中间方向去做攻击，是、哦。而且我们刚刚看到起来其实有点饶舌，有点相似啊。对，那连续的安打攻下了这一分，那在这个半局。